該。OK， 我希望快啲影到，希望影到。影完就我哋翻，我哋就各自離開，啱啊。我哋就撤退。嗯哼。得石八個一百。係啊。不如三個成日行嗰啲 B 八 L 帶，多數都係配置有行李架嗰啲。知道你嫲嫲都中意嘅，知道你中意嘅菜饮咁话，你嫲嫲中啊，我阿嫲都知道我中意嗰个菜饮。系啊，但我嫲都过咗身啦，已经。我想讲真系，之前你听到一个消息，真系你阿嫲就嚟唔得啊嘛，于是你就即刻整好嘢，火速赶去医院。但系去嘅中途，我嫲就已经走咗啦。但系你去到医院已经太迟啦，真系。但系可惜我嫲已经走咗，即系入到去。病房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可惜妈妈就过了身了，是吧？ Oh no， 安息吧，真系要好，即系睇，即系望住妈妈就正将会入殓房了，是吧？真系要永远怀念啦，即系永远一路好走啊，是吧？系啊，永好，永久。上次我Hason 和 Angus 一起讀的時候， Angus 就真係佢，我覺得 Angus 真係有少少衝動，真係對住小朋友都少。佢話想俾個位啊嘛，係嘛？係啊，但係想俾個位佢。小朋友唔識啊嘛。想俾個位佢，但係唔係咁樣做咯。所以我覺得咧 ，Angus 就係佢有啲，佢個人係有啲衝動咯。啱啊。真係。嗯。真係呢個要提醒 Angus 一句，真係唔好，真係唔好為咗少少嘢，真係咁樣。真係咁衝動咯，好似佢我節目上 Now TV 訪問咁樣咧，真係唔好為咗一啲嘢而搞大件事，咁何必咧？知道就好咯，其實嚇，呢個應該冇乜客嘅，所以咧應該多數都係飛站。係啊，真係咁講。哇，起樓啊，起緊樓啊，起緊樓，呢度起緊好多啊，西九龍站上蓋嗰啲，一定係嗰啲私人住宅咯。嚇，元唔知元芳嗰邊應該要有好多。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會住咯，是不是？應該都是多數有錢人，好像這個元芳上面那裡有錢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或者是六百師有錢人，即是我都知道，其實都有沒有可能是歌手的，有可能一些，不一定，但我都不一定的，是不是？不一定，有沒有可能歌手會住在這裡？不知道呢， I'm sorry， sorry， 我不知道，这个动画真的有人呢，即自从一个菜鸟驿站关门呢，那些快递就放在保安室，有个大妈为了赚纸箱钱经常在那里偷快递，这些有人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黐线的掟了一些曱甴这样呢，耶，好，有人跟着呢，那个大妈的仔打他骂他说什么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，有买蟑螂的吗？把我妈都吓坏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妈又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，唉，变态咯，系嘛？吓，闹佢系咪有病啊？咁样又变态咯，真系，明知曱甴系害虫啫嘛，蝗虫都真系。就呢、這个笑咗啊！系咯，佢就打电话去闹佢咯，就咁样。咁啊，啲曱甴会唔会飞噶？因为佢成日偷呢啲箱，因为咧佢。要賺紙箱錢，係啊，貪小便宜吃大虧，係啊，食做衰嘢啊，嚇！嗱，高能預警啊，呢度要準備，準備高能預警，哇！兩隻幾，嗱呢度有限角色啊，我唔要啊嘛，如果全部都，我屋企都有曱甴㗎，哇！你係咁啊？我第一次咧叫將軍咯，
打青都知啊，中国攞好多飞蚁咯。我真系想打死，我试过都有打死啲飞蚁噶嘛，系嘛？但系嗰啲飞，但系点知系冇用啊嘛？嗰啲飞蚁越嚟越多。系啊，我自己都有打死佢啊嘛，有见到。咁之后你拍死个系咪？跟住之后就变咗越嚟越多。我知啊，但系佢打死，我只系喺屋企打死佢啫，系嘛？屋企打死佢真系，跟住又系咪跟住越嚟越多啊？都唔系嘅，其实死咗我就自己冲去厕所啊嘛。将佢系咯，跟住之前有一个商场咧，好多飞蚁，搞到咧真系，我、哦、搞到我哋食唔到饭，就变咗买翻屋企食。有冇飞蛾会唔会有噶？飞蛾系啊。唔知系咪嗰啲飞蚁定飞蛾啊？真系，但系飞蛾都好少入商场噶喎、啊。系咯、啊，如果飞蛾嘅话，就应该泳池先有系嘛？因为多数泳池啊，一系嗰啲其他系嘛，一系街灯啊系嘛？系咯、啊。即系大群嘅话就我，如果睇到系蝗虫嘅咧，蝗虫我唔中意吓。蝗虫一定就实。你知道有咩事啊？如果我见到蝗虫嘅话咧，我一定会将自己食完嘅晏昼饭呕翻出嚟咯、啊。我唔中意蝗虫噶，系嘛？蝗虫，但系佢哋会跳之后就即系成熟嘅话，佢哋会飞噶，系嘛？我真系，好似等到你见到一个蜜蜂巢喺树度，你即刻远离佢。我都试过见过蜜蜂巢咯，翻工而家。但不过咧，要尽量远离佢，真系费事你就俾嗰啲蜜蜂咬到叮到话咧，真系咧会几痛。入医院。系咯，要送咗入去 ICU， 跟住救咗几日几日先将到人救翻翻嚟。系啊，都唔到呢度有效喎。真系有人咯，系因为因系旅客咯，系嘛？系有啲旅客呢度，因为呢条线多数长华翻去西贡唔扎。M 加我未去过 ，M 加未参观过。欢迎，我去过 M 加，不过好少去啊，因为太贵啊，又要钱俾钱噶系咪？系啊。真係好似如果考一排話咧，一滴酒都唔可以飲咯。哇！Big Bus Hong Kong。哇！但有好多旅客啊嘛。嚇、啊！有好多旅客租呢啲啊。犀利啊！呢啲係租嘅，真係原來我見過呢架車嗰個廠咯。嗯。耶、yeah. ！我真係望到俾有一次坐到 E200EV， 但係港鐵版嘅。嗯。我都有機會坐嘅，不過好難遇到嘅。因為其實佢多數行 K54 咯，去屯門和田村先有得坐。K54可以咁講。哦、啊，但係屯門距離你都比較遠。係啊。搭巴士比較好啲啊，係咪啊？係啊。Go！ 你之前坐到西斯林士路咧，你覺得嗰架車係咪好靜？算靜，哇！哎，唔得，你唔似。哎，太遲啦，俾一人撳咗啦，係嘛？因為俾前嗰啲的士咧係咁樣攔住咁樣。的士在行。我之前見，我就喺古文化博物館見過9150做973。啊！973佢係個973多數都係行91几嗰啲 MMC。係。都事實上都我都試我坐過復古巴士嘅喎。復古巴士都試過都是都是係咯，79次我都有坐啊嘛嚇。嚇79所王你咪坐咯。有，梗係有啊。我哋咪坐咗嗰個51611，係45周年復古車同埋嗰個新潮巴士2101同 WS482咗嗰個野獸仙貝一齊。係啊。那個大水牛上車咪喺度射，用水槍射眼野獸仙貝嘅。係啊。係啊。即係睇到，不過見到咧，真係話潮話74所話啲魚蛋頭嚟湯人片咧，就又話咩鮮嫩嘅死肥豬肉，501首行都有嚇，係咯，哇！話潮話501、502首行咧，佢有行過8910，魚蛋頭出現啊嘛，係咯，8910估唔到，真係可惜你只係坐到嗰啲 B8L， 魚蛋頭應該可能會出現嘅嘛。魚眼頭出現在501啦，係嘛？佢試過不停擋，係咁擋嗰啲咩啊？係咁擋人機啊嘛！擋人機，14圈開戰。哇！你用個手掣聲，係啊聲咁樣。嗯。嚇！呢真係望到咧，呢個890行過呢、這個。我見到喎。
呢個520。眼頭應該會喺度啊。話時話520，520你錄曬啊嘛，嗰時差唔多啊。哇！食物美食車。係好多美食車喺度。啱嘛？如果下次得閒，我就可以中途呢個站落車再啊，或者 M 加我落車就你呢度睇下試下啲嘢食係點樣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可以喺 M 加嗰度落車。O K 啊，哇！好，但係先上一架我錄咗嘅車。故宮博物館嚇。可以，我嚟過呢一度，我有一次禮拜六翻嚟學校呢個參觀活呢、這個活動。嗯。唔錯啊，其實都。未有人落車啊？都有啊，依家。有三個落咗。OK 啊，仲有人上車啊？冇人上喎、啊，我見到。演唱會場地喺對面啊！故宮文化博物館嚟過呢一度咯，呢、這個就係我之前我去過嚟呢度參觀咯。哇！演唱會有歌星，有啲歌手嗰啲牌喺度喎，係嘛？係咯，應該似喺嗰度舉辦。但係可能係啲歌手。可能又要兜個大圈先。啲歌手都唔熟噶嘛，係嘛？我唔熟，係咯，我哋又唔知有邊個。跟住估唔到，我睇嗰十四香手環老師嗰日咧，890行咗510、502之後就私走咗。哦，慘啦嚇！你係坐510、502，但可惜你坐到嘅係 B 版啊嘛。系啊，同其他人一齐坐。嗰个车上咪多动物园？算多，其实都。至于十四一路次收录嗰个，我就录咗207。207我有坐。Y T 牌嗰个车 B B 啊嘛，真系。嗯。雨打头咪就 Y T 783度搞事咯。之后俾佢小林捉到啊！小林闹佢话：我做乜？佢咁我做乜嘢啊？我问你做乜嘢啊？咁样。拉翻上去咯，咪叫佢。叫佢拉翻上。做咩嘢啊你？去捉走翻上啦！你老母咁樣。係啊，就我講一聲，真係想即係有啲粗口去咯。係啊，我唔想你個片度講粗口。O、okay, K， 我都我唔係經常講粗口，因為費事咧又俾人話就我又講粗口。係啊，真係唔應該。啊哈，好得 set 8918，呢架係。啊 ！V6B159 麗廠掛270A。呢度成日過海西船轉車站。但係啲有巴迷都影到，係有人影到個巴士車頭窗玻璃嗰、那個擋風玻璃真係黐曬啲宣傳單張啊！係咯，真係好似嗰次差搞收啊！我哋呢度黐咗啲綠色，如果要俾個司機上嚟咧，我哋搣曬佢。就司機就問我哋：你係嚟搭車定係黐牆紙啊？我搭車啊！搣曬佢啦咁樣。於是咧就個車司機就鬧我哋話：唔好撞我度白冰白板啊咁樣。係咯，我就覺得個司機又啱嘅，因為如果你白冰白板講，個司機揸架車以為上面有人打鬧。係啊，你司機捉咗我係嘛？係咯。跟住5200嗰日都行咗79，跟住無端端上面有班人喺度嘈咧。就個司機話：麻煩路上冷靜少少啊！你唔冷靜，我就唔開車噶啦咁樣。知啊。叫估唔到咧，嗰個52000咧，隔離係有個麥司機位喎。嗯。就話：麻煩路上冷靜少少啊！你唔冷靜就唔開車啊！咁樣。係咯。哎呀，咁司機都受唔住啊嘛嚇。係，過得過得過得，快啲快啲快啲！快啲！过咗啦，好，前面又唔得，系啊，见到啊，红灯啊，我就唔冲兜啊，真系如果冲嘅话就真系耽误。司机就俾警察捉咯，系嘛？吓，呢个 W 二，西九龙站，嗰边就系巴士总站，西九龙站。二十 A 就系嗰个总站，我见过20A 行轩能巴士啦，喺度，如果想坐到佢去旺角，但系可惜佢。就喺西貢站私走咗。哦，真係。我就覺得，哎 ，OK 啦，我就唔緊要，我至少我坐到890都 OK 噶。A 廿一 D 就我想坐上 E11A 去航天城噶嘛，我想去 E11A。係啊。哇！呢個 EOX XE 082。哇！太多好多人上車喎、啊。
AC2082，勁多乘客。係咯，我個 friend 係嗰部嗰、那個曉猴嘅愛好者，但係佢係唔中意架車，佢中意個廣告。啱啱見過一部黑色曉猴 AC2082，廣告一號兩百二十。二十一路二十米，跟住就佢成日行呢啲六四十二米八 W 三。喂，準備綠燈啦，係嘛？好，好，我哋 OK， 而家冇阻，冇任何阻滯。我阻滯點喎？我都想睇個小巴，仲試過 cut 雙白線、衝紅燈都有啊嘛。cut 喪超速。哦，蘋果度新聞嗰個啊嘛，紅 van 司機唔好嘢，亡命路線偏全港。cut 雙白線啊！下踩到 cut 雙一跑，有啲小巴司機真係咧，真係俾油咧，係咁俾油下踩到一百左右咯。啊，仲喺度係咁哔哔哔啊！係啊，你咁想象，如果你坐喺架車度架，你上高速公路架車飆到一百咁樣，你會係咩感受？哔哔哔啦，係嘛？嚇！好驚！嗰啲嗰個速度係因為如果超速啊嘛，會哔哔哔哔哔哔咁樣。我而家仲繼續哔啊，俾警察捉到啊！俾警察咧告佢超速，一定要啊！危險有超速駕駛罪咯，真係不小心駕駛罪仲瘋狂駕駛係嘛？危險駕駛，狂亂駕駛，狂亂駕駛，甚至狂亂駕駛嚇。之前咧有架電單車黐線嘅真係咧，二百幾公里係嘛？二百幾公里喺西九快速公路嗰度。係啊，佢仲佢實佢衝紅燈都衝埋係嘛？係啊，紅燈都衝埋係嘛？衝埋。我好，我唔中意用紅燈，係嘛？啊，中意。青羊泉州一個。落到呢度。OK， 到啦，我哋。好。哦，到達巴士總站西九龍站。啊，好，好。W 四，到啦。好 ，Yes。無驚無險有收工。